新中国成立55周年，我盼望大家咧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咧，作为一个香港嘅中国人，一定要咧系植根香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中国立国55年。中学副校长兼中史科老师何汉权鼓励学生以理性和批判的眼光透过历史认识中国，从而建立对国家的感情。殖民地统治的150多年来，同特区政府成立之后只得7年8年咁嘅时间，我觉得我哋而家其实开始追翻认识中国历史的机会，但追翻翻嚟咧，我哋就唔能够咧系歌功颂德嗰种。然后我哋经过咧思考过程啦，而且用个心去睇我哋嘅国家历史嘅发展，对中国民族咧系有一种嘅温情同敬意嘅话咧，咁我觉得就对嗰个我哋嘅所谓国民身份认同咧，我觉得系会有一个帮助嘅。我哋而家嚟到西安啦，喺中国历史上咧，边一个嘅统一王朝咧，以西安作为一个嘅活动嘅基地嘅，识嘅请举手。何汉权同一班老师都认为，培养学生对国民身份嘅认同，必须先了解国家嘅历史。打定咗，好叻啊！唔系第一次亲身嚟，都唔知原来咁大嘅，真系。今年教统局津贴咗18间学校。组织国内游学团，何汉权家学校亦都得到津贴，安排咗40多个学生去西安呢个古城，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了解现时国内嘅情况。好，嗱，而家嚟先访问国内游客。我看过兵马俑后，你觉得怎样？在这里有一些实景啊、实话呀、然后觉得对那段历史还是记得很清楚，然后有一种感觉，反正很自豪。对，感觉作为中国人是很自豪。这班中一、中二的学生，全部第一次去西安古城。第一次目睹远古石器时代遗留落嚟嘅文物，半波遗址。我哋国家如果佢系重视历史嘅话咧，呢啲嘅文物咧系好被尊重的。但系我哋睇咧，嗱呢度咧，佢嗰个展板台做得差咯，一啲咁有价值嘅石器时代嘅一啲嘅文物，台阶咧佢居然钉咁样出咗嚟咧，咁我觉得咧。何汉权同老师提醒他们，欣赏之余要保持理性的分析。如果他们真的要做一个好的维修，应该要计算这些文物的湿度、温度应该保持在什么的程度之下才是最好。不过这里就没有这些设施，例如温度计这里都是暂时看不到，只是有风扇。呢度系了解西安事变系其中一个发生嘅地点咯，咁所以啊，你可以请教翻导游哥哥睇佢点样介绍翻呢个事迹俾你听喎。我大陆对呢啲事件好敏感。系啊，唔紧要，你佢哋都好乐意讲啊，因为呢件事对共产党个帮助好大啊嘛，佢哋好乐意讲呢件事你听。啊，当时咧，嗱，周恩来啊，就带咗呢个共产党嘅代表团嚟到西安，蒋介石喺度倾。傾咗成將近一個月時間，最終又說服蒋介石停止南線，一直抗日。我哋學校就話，讓歷史去說話，
讓歷史去進行所謂嘅國民嘅教育，我哋就唔會有咩嘅避諱嘅。尊重歷史嘅話咧，西安事變係救咗中國共產黨嘅，呢個係一個斬釘截鐵嘅事實嚟嘅。歷史係求真求實嘅，我哋首先咧係擺咗個事實出嚟，咁然後咧我哋咪同佢講道理啦。究竟係唔係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呢一個邏輯關係咧，定還是有好多保留嘅地方咧？我哋自己嘅祖國，我覺得係天經地義，但係就唔好咧係成為一種嘅主義。因為一個主義嘅話咧，你就毫無批判地，你毫無即係保留地咧，咁你就國家講乜嘢，你就話100%係真理嘅，政府講乜嘢，你就100%是對的，咁我覺得都唔係一個健康嘅現象。自古以嚟，这个皇帝都是支持老百姓去信这样或者是信那样，到现在中国政府都是一样的信仰自由。但是有一个原则，第一不可以反政府，第二你从事宗教活动要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不可以在你自己家拉埋一班人在那里拜，不得。我觉得宗教自由可以，因为如果佢唔冇宗教自由咧，就唔会容许到咁多种宗教嘅存在啦。未嚟呢度之前，我唔认同。我认为中国嘅宗教自由其实好少，因为可能受新闻影响或者外国啦。但系嚟到呢度，我睇到其实古代都已经系咁，同埋听到导游嘅讲解，其实我谂我改变咗我嘅睇法。如果你要限制住某时某刻某月某个地点先准做崇拜嘅，这个不是真正或者全面的宗教自由。因为我一个老师必须要有一些价值的引导啊，那我会告诉学生听。我们看到这个城墙呢，都其實保留得幾好嘅。咁如果一個古老嘅城牆喺現代社會咧，其實都想佢諗一諗，對交通啊、對經濟發展啊各方面咧，係一種障礙啊，定係都有佢現代今日嘅價值咧？咁呢班喺香港出生嘅新一代，喺呢六日不斷摸索緊自己對國家、對國民身份係咪認同。佢哋亦都好重視同內地學生交流，了解他们对爱国教育的睇法。你认为什么是爱国教育或者是国民教育呢？能够对自己的国家，首先就说就像有一种对母亲那种的爱。你长大之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情，接受这个爱国教育。因为我们中国香港的都是从一个中学生才开始，初中才开始，应该从小开始参加爱国教育，提高我民族自豪感。到时候你出国留学到美国啊、英国，到时候你就有一种那种感觉，激发你去好好学习，超过别人。一听到像咱们中国学生到国际上的一些参加会议之类的呀、发言之类的，我就感觉特别兴奋，因为我觉得扬国威嘛。怎么样的表现才会是爱国呢？应该是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爱国大家都可以成日都讲，但系问题系咪真系爱国呢？点样先可以证明到你系爱国呢？其实呢样嘢仲要有待其他人去见证啦。如果你话要去到情呢个地方这个点啦，仍然系有好多路要行，因为你对祖国其实都唔系好认识，你只不过系去咗西安呢笪地方。爱国呢个系一个要恰到好处嘅嘢嚟嘅，如果唔系你过分宣扬爱国嘅，可能就会变成统治者使人民去信服佢嘅一种手段，而就唔系变成一种，而唔系一种高尚嘅情操。中国历史科咧，唔系单单系一个普通嘅学科嚟嘅，佢承载任务系的确比较多，包括个国民教育咧。如果你话中国历史科你都可以修定抑或唔修，
咁我覺得你國民教育咁即使可以教定可以唔教，咁你算咩叫國民教育呢？日本人侵略中國嘅歷史呢，前後兩次何漢權教嘅中學強調以認識國家嘅歷史嚟推動國民教育，除了舉辦遊學團，亦都規定全校各級學生無論文科或者係理科都要修讀中國歷史呢一科。在新學期中國歷史轉新課程，除了強調思考分析，亦都加強了現代史部分。你是現在的中國政府的管治者，舉個例子，那你怎麼引史為鑑呢？這樣可以用清初的高壓政策和華僑政策合用，可以避免很多流血事件發生，例如六四事件那些。如果每一個人有他們自己的意見都可以民主的話，那中國十幾億人個個都起身的話，那中國是很難統治到的。我們學校來說，我們就不會被毀的，我們就會是其是非其非這樣，即是政府有做得不對的地方我們就照講咯。學生當時來講，他處理得有不妥當的地方我們都說。潛移默化呢，是對於推動國民教育呢很重要，沒有說突然愛國這件事的。如果你說突然九七前和九七後，九七後呢即一日之間就看到國旗的轉變就馬上有感動呢，這個是騙人的。教统局三年前修改九年基础教育程度指引，鼓励学校优先培育学生对国民身份的认同。今年教统局额外拨1000万给学校推广国民教育，升国旗是其中一个重点活动。我们看着国旗在灿烂的阳光底下徐徐升起。我哋就想谂下去，即系可唔可以装旗杆？全港依家900多间官立同资助学校，大部分都装咗旗杆，可以升国旗。而家只有120间仲未装好。呢间学校嘅校长亦都准备为学校装旗杆。喺呢边其实你都见到多咗学校一啲嘅重要嘅日子或者特别嘅情况咧，即系譬如话国庆啊，咁系多咗升国旗啊，咁我自己都谂，即系譬如呢样嘢。對國民教育有沒有一些嘅積極作用呢？都有的，大家都幾陌生呢樣嘢，未試過嘛。我估在心理的準備或者係喺嗰個技巧方面，可能大家都要一些嘅適應，一些嘅摸索。我哋話愛國，即係但始終很多人嚟講，以前我哋英國統治，所以我覺得我哋即係呢啲人咧，一定會話好愛國，好似即係升國旗嗰陣時會起立啊，好自豪，我覺得。投三号一票 ，OK， 好似喎，喂，另外你住 OK 嗰个咧 ？Evan 英文科老师喺大学主修社会学，校长叫佢兼任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科主任，教咗呢科5年，佢觉得唔单止学生，连教呢科嘅老师对升国旗仍然未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好，另外投过去。咁啊，老師你要佢要有愛國或者佢認同唱歌嘅時候，佢咁樣感受你先可以即係都太老班學生咯，係咪先？即係我比較抗拒，咩用？我未教育到自己啊，點教育你？即係你諗下，你唔係好似好多出邊嗰啲人咁，佢話要愛就愛到噶嘛，唱歌嗰時候可以好有咩？我哋唔得噶嘛，我哋未必可以感情變得咁快噶嘛。教育係一種內化嘅嘢嚟啊嘛，即係你希望。啲學生唔係淨係扮個樣啊嘛，即係咁企得好啲咁樣嚟到去升旗啊嘛。其實大學生都知啊，你唱嗰陣時候有冇感情或者係咪真係係咯？而家學校培育學生嘅國民意識，主要集中喺德育同公民教育呢一科科目入邊。教嘅內容學校自行編排。Evan 間學校總共有6位老師負責呢一科，1年50堂，涉及民主、人權、公義嘅只係得4、5堂。學校都唔想俾好多時間搞啦，因為佢叫我就唔好搞咁多，因為我已經 workload 已經好爆棚啦。而呢個正正係重要嘅，因為你睇到而家現存嗰啲嘅東西咧，
全部大部分都是所謂文化取向的東西來的。真是爭取人權。開學之前， Yvonne 和一班關心教育的朋友自己設計教材，幫學生認同自己的國民身份，推行國民教育。我們是 puzzle 咯，即是一個國民身份的政治參與部分。我們完全不知道怎麼算，很簡單地，人大又不是我們選的，政協又不是，即是香港人大香港的政協又不是我們選的，我們看不到我們怎樣去參與中國，做一個中國人，我們 puzzle。 梁欣榮，教育學院講師，研究香港的公民教育，他對教統局提供給學校培養學生認同國民身份的教材有保留。而家日常就係見到嘅論述或者啲教育套嘅嗰個睇法咧，就係用個感情去認同；另一個咧就係用文化去認同。因為國家本身咧就唔係淨係文化，國家亦有一個政治嘅向度嘅。咁變咗咧，我哋就會覺得喺嗰個認同嗰個過程個當中咧，除咗認體感情同文化認同之外，仲有一個重要嘅環節或者角度咧，就係一個政治方面嘅認同。三年前，教统局颁了一份新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政策文件，着重培养学生责任感、承担精神、尊重他人、坚毅和国民身份认同，反而将96年旧的文件所强调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放在次要的附件里面。即是香港的公民教育呢，现在96年的指引的政治化现象呢是合适的，原因就是面對而家即係咁嘅選舉結果，咁大家會見到香港人係有一個對民主嘅渴求嘅，要同學生去傾關於民主啊、人權啊呢啲咁嘅課題，係更加迫切，我會覺得。咁陣間你自己揾下，你想究竟係就嚟入去投票嗰啲人，你想問佢啊，定係出嚟嗰啲人你想問佢？你咁樣問。今屆立法會選舉日，Yvonne同一班老師將學生帶到投票中心，實地上公民教育堂。感受市民怎樣投票，盡公民責任。交涉緊啊，長毛。喺呢度啊，麻煩呢度。呢度，呢度當然麻煩啦。咁呢度，咁俾嗰度我哋啦，咁樣。嚇？咁你咪去嗰度咯，你去白蘭江嗰度咯，唔提你本就邊度？有好多啲大人都話政治黑暗啊，成日驚我哋唔知點樣噶。咁我覺得俾我哋接觸下都係好嘅，起碼認識到係乜嘢回事咯。政治呢啲嘢係即係喺自己身邊噶嘛，你唔認識嘅話，咁你真係唔認識社會。撐長毛等於撐自己，你明唔明白？唔係長毛選到立法會議員，係我哋基層市民話俾啲統戰者聽，我哋打工仔女有能力創造繁榮嘅香港。好啦，而家我哋嘗試咧，將呢啲我哋聽翻嚟關於立法會嘅説話咧，或者整個立法會選舉咧，變得同你關係近少少，有意義多少少。儲緊啲種子咯，就希望佢哋第日參與社會嘅時候有多啲嘅意識咯，意識翻自己個人同埋意識翻自己嘅尊嚴，即係講得最遠啊，亦都好似好哲學咁講嘅。其實人喺個社會生活其實要多啲拉上關係咯，同埋成為一個唔好冷漠嘅人咯，有承擔感、有勇氣嘅人。一個月前，學校收到一份中宣部同教育部嘅文件 ，Yvonne 睇到國內點樣推行愛國教育，佢覺得兩地文化始終都有差異。佢啲字眼真係覺得要執行啦、遵行啦、加強乜乜教育啦。咁我哋香港嘅老師冇聽過話要改造未成年人嘅思想噶嘛？即係洗腦咩？即係呢啲係好難接受咯。我係中國人，其實我會真係會覺得我自己係中國人，但係就真係喺香港又太獨特啦，嗰個文化經驗。我要成為中國人的一部分，我一定要帶埋香港經驗入去咯。你不可以完全洗脫曬我一個喺香港經驗，然後當我是一個深圳人啊、廣州人咁樣去睇呢個理解呢個國民教育噶嘛。中國國旗咧就係、是、就係、是、呢個啦。你又知道以前？你點知啊？而家咪呢個咯。咁係呢個啦。又不是，这些曾经都是有机会成为国旗的作品。好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红色代表什么？红色是象征着革命。你觉得五粒星代表什么？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党派。民主党是国旗。
官方就是这样讲，中国国旗的红色代表革命。咁啊，我啊都唔係好知革命代係乜嘢啦，正如你咁樣一樣啦。黃色就代表光明。如果我哋話愛中國，做翻多啲好嘢，似翻啲中國人，咁我哋升多啲國旗咯，日日唱國歌咯。做咩冇啫？做咩冇啫？有咩辛苦啫？厭啦已經。係咯。咁你話愛多啲中國啊嘛，咁升多啲國旗，唱歌都咁樣做㗎。愛都唔一定要咁愛咯。係咯。有人呢就將啲國旗呢就做咗一個電影，咁呢你可以，我唔會點樣解答㗎喇，不過你睇完你自己用個心去回心一下。侮辱呢個國旗或者粉超，你覺得佢侮辱咗？呢個係國家規定唔可以改噶嘛？即係佢咁多人審議出嚟，係咪先？我覺得咧，即係個國旗就代表咗我哋。如果啲人蓄意咁樣改咗佢咧，就好似侮辱翻自己咯。你尊重國旗咁，而我希望係出自佢哋嘅口，佢覺得係尊重。頭先同學出嚟講畫再畫嘅時候，我覺得佢哋自己覺得係應該尊重。同學講嘅更加有說服力。國旗都屬於我哋噶嘛，咁咧就即係人人都可以對表達對國旗嘅感受啦。如果俾你畫一支國旗係點？打佢格仔。佢哋用不同嘅方法表達咗對國家嗰個承諾啦，對國家嘅期望啦，對國家嘅愛。咁呢啲先係活力同埋真實。